袁小蛋过来。给你一块钱，你想买啥就买啥，带回来的是你吃的还是我吃的，就看你有没有孝心了。好，走吧。就给我一块钱，抠搜的。嘿，他娘的抠。能买个啥，想买肉饮老板也不给。爷爷帮我整颗石榴。生意来了，今就带了一块，那石榴送你吧，给你两颗，带回家好看点。哎妈，爷爷你人太好了，不用给我俩，想让我爸挨点累，让他慢悠悠的包石榴。哎呀，石榴再还爷爷一颗，您做生意糊口不容易。哈哈。